这里，在光环里，在聚光灯的光环里，演出开始了。然后我，女一号，我忘却一切，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，其他一切对于我都无关紧要。我忘却一切，然后就开始了。我和他们说话，而其他一切，有录音机，没有录音机，插电的还是放电池的，这一切在我的灵魂深处，好吧，和我的灵魂没什么关系，在我里面，在我内心深处，怎么说呢？在我心灵深处，我什么都不想了。我在微笑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经常会有的感觉，它让我心醉神迷。